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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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升啊升啊！劲啊！即系五零一一一话同淘宝交直播带货，估计由三个几爆到上去最高17.9啊！买落去，梗系买落去啦！仲升紧啊！劲啊！癫啊！癫啊！哎呀！癫啊！癫多啲啊！近期电视广播的股价和 Bitcoin 有得挥，讲紧个波动幅度。今天一开始由9.8开波，好像吃了泻药咁，即插啊冇水花。收市未跌2.78啦，跌幅28.37%啊，收报7.02。股价大跌的原因是基金股东 Dodge & Cost 两度大量减持，套现超过1.2亿。股票市场有人赢啊，总有人输嘅。大台小股东大联盟啊出铺发炮批评 TVB 发刑警，话对 TVB 预告上年亏损创历史新高，达到7.9亿到8.3亿感到极度失望同遗憾，对董事局处理公告嘅手法非常不满啊。又话 TVB 先前公布同淘宝直播合作，引嚟大量股民追货，之后又发刑警，咁做虽然冇犯规，但大起大落就令到股民坐艇啦。对呢种公告手法非常遗憾，呼吁无辜嘅股东加入同支持佢哋。大联盟啊对 TVB 股价波动不予置评，话听日咧会公布改革 TVB 嘅方案啊，犀利啊！都是那句啦，投資涉及風險，股票價格可升可跌，樂觀啲去睇，對比3.幾嗰陣時，依家都仲有7蚊啦，得喎。